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福利类类的节目。今天呢，大家可能从头会谈到一张名词哦，你个生法的时间好简单的哦，你个是感发生法，是某些是讲啊，大家好，你阿某融通到塑胶的东西哦，你的 TQ 哦，用用你个啊台词上的字眼哦，会摸睇的。不过到底用你来讲，用个生法咧，你已经当翻译做的绕墙到你个作家，好了，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来分享几几些你个念法。朋友，伊哩午安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讲徐艳强的《妙丽的念法》，我同时咪是不说过日子的作者。耶、yeah, ！歡迎月華分享。真言其實耶華做地講係客家嘅好朋友喎。係客家嘅好朋友。佢係作家董言啊，唔過可因為其實以前也喺青島做嘅天台嘅主持人啊，都用客家話嚟主持哦。對，因為我知道客家話愛傳承，過去一天愛想辦法用更多的人去听到哎呀客家话，我想买真钱的同意了，好些客家话上做得嘞。互相啦，因为有时间没问唔记得，有时真钱没有不安排讲，人家都是讲唔错了，人家都是讲错，好吧。因为我知道主持广播嘅时间，因为佮讲广播腔用，像我用主持节目嘅时间，我上时还会就是不小心就会讲到反应啊，吼。不过主持广播嘅时间就会知道，哇，很流利，从头到尾就会讲客家话，用嘅感觉，因为讲，因为你客家话主持广播。在唐中朋友，他就会唐你讲客家话，错哈。不过今天身份无强用哦，今天带了一本书，真的，贴章掉诶，对，不说过日子，哈哈，反而就是不数过日子，对。好，我看两本书，我看个心得就是。我要给你拍拍手，还是谁？可是你讲公司在帮我看，看到高休心情还是很沉重。对，你有讲就会讲，其实一下人嘅成败贴偏你诶，对对，然后你一下第一按用嘅节目嘅同熊青朋友来讲，熊青朋友啊，我们要过减法生活，爱就会不素过日子。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先跟大家取得共识，才是最开始的关键。对对对，我记得我有一摆上节目嘅时间，我做本嘅主持人问到讲，假使你系本一个新手，哈，就讲想我做一件事情，你第一件事情唔会建议佮做乜嘅事情，我终于想当叫呢，因为我做当用做当创业哦，系我当创。无怕前面只千冲腰了，问他个讲哦，唔知啊，向开始安尼。咪向我上诶一段时间，以后我上多诶。千冲腰还是我第七个做嘛个，我去减少一塑胶诶用量哈。所以讲，我建议讲，大家讲，假使有一种事没发生，第一件事情，当你先脱量。两种两个资讯，两则资讯，就讲你做得用减速，唔咪做得用不速，唔咪做得用英文的 plastic free 去搜寻讲一下塑胶对人生发产生乜嘅影响。当你脱两片，我相信脱差唔多有三四日了吧。你做开始一看，我都在用按到乜嘅塑胶做诶。因为有人讲你一下，我们简单来说，简单来讲会，你一下同大家来讲，你呀，我也不素过日子 ，Why？ 对，我做嘛样做？对，黑某就会被吃到讲啊，天公你再来。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他太敢去失败，黑某会带快诶。错，其实你快诶，比如说卡棒底度，你就带出去。有时候你提议你换包包，你可能就唔记得搬。从某个快诶就冇带到。你去到诺贝斯班嘅时候啊，偏懂。哎呀。这个卫生款啊，用一下没相关，就是我来做，因为太卡贴偏你耶。不是你会同太卡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就是不素过日子的碾银黑马街，对不对？对，一开始的时间哈，我冇想安多呢。其实我做20多年前哈，20多年前开始的时间，我第一做呀时间还蛮有人去讲，人家塑胶污染没严重，但是搿时间我又。其他種想法啦，其中一種就是我細細時節第三行，我做媽媽有用到塑膠的東西，我做塑膠的東西，在我細細時節我吃到嘅係比較廉價的東西，就講較便宜的東西，但我用塑膠做，較好的東西我用塑料，我用鐵咧，我用 stainless 一啲東西來做，我就很直覺的就我係有能力的方，我就唔想去選擇塑膠的東西。也係提點，提一點就係我年代啲嘅後生嘅時節打工嘅時節，看到嘅。便利店的个吸管，哦，个吸管啊，就是说讲，
谢谢奶油呢，谢谢做茶壶安尼过来，就是我们的生活教育是这样子嘛。那就想讲，做嘛要用一支塑胶的过来去吃东西，对我来讲来说那有点多余。但是读书你们吃到可能安尼较优雅，口风唔会跌太嘛，个油诶，有的没有的哈。但是米方来做吃到讲，有一般来做看到张开食的时间就一支咩，来做看到个网菜底个说话出来。哦，米方有你发现多少，可能没有你发现多少问题，其中都不会再包个一层。等于讲用一根吸管来放，去产生两只塑胶体积。嗯，哎，他讲无去想多少件事情，他就讲只不过是一根吸管，但是你去想讲哈，台湾有两千万三年，但是你就按你想的时间，其实是两千万几的吸管，跟你去想两千万几的吸管，其实是其他的。多庞大的一个体积，唔单止按用年哦，上成一年要用两支哦，系冇？唔单止两支，三支哦，因为你喝两升盐喝饮料就要用清吸管嘛，错冇？对，嗯，所以讲看生盐吸食的时间哈，按当多生盐呢有产生各种性早熟，好，各种问题全部都按太严冇注意到，可能些时间本营养会都好没有塑胶的影响剂。天空的成分，本地食的东西没有，本地爬的塑胶地板，各位很无做本地做的衫裤，而且也简单老人家讲，我做 Q 衫较好享用嘛，哈，那棉纺上有脱离呢 ，Q 的衫二手的衫哈，给到。有脱个物质，全部都人家先洗枪诶，诶，记住留个枪咧上半年。啊，可是人家洗洗应该，诶，洗完去染染咧衫，较好脱，较好戴哈。我想想诶，它有科学依据呢。你讲老人家发，你讲哈，做嘛本洗完咧作 Q 诶，我好不容易用一下，他用了当手，啊，全部被作新咧，啊，做过讲，诶，适得其反。嘿，大家可能会想讲，诶，你讲唔讲到衫裤同塑胶有买关系？其实黑有关系，因为其实衣服的制造是有很大的污染源的。对，所以你看，他们要讲的同时跌倒诶。无想讲吼，大家不是见重要，应该把我来青楼拜吼，我邀请伊好好来同大家的分享，都在用你落实朴素过日子。不过啊，简单的讲一下，其实牙齿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太难避免塑胶了。我先讲一个，你说吸管对不对？对，我们还有塑胶花，对吗？更多要塑胶花哈，对吗？把都系塑胶嘅，更多要塑胶花。我出外一番，我就试到讲，我今年冇花，我咪冇塑胶花。不过就系基本嘅透过节目，就系同大家嚟讲一下，按用嘅观念啦，真嘅要唔要带你嘅。我们的生活虽然变得很便利，不过真正对于你田园的执念，其实是一直在破坏。对，所以其实同台搞的讲，是一个按用哎减少塑胶的一个观念。所以我知道我们可以分享给东西贴到哎，好，你把个故事贴到哎，我们简单来讲一下。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对你来说影响很深，我刚刚糖你共就青豆哎，一切农药沙飞流下来，这祖母生活的智慧，听说对你影响心态。对，我刚刚讲到我当农民说讲，哦，我喺我做嘅事情当难哈，我讲系啊，当难系因为唔因为讲反驳做系系唔讲，我要看事情，我要只需求哈，我要被扼杀掉，哈，主管来做我们的洗衣呀，给是什么样的？哈，反驳遐呢？你看所有的需求，哈，干地有讲过诶没？要到 TQ 做的蛮久，诶，那需求，诶，引入一些需求，但是没办法蛮久，诶，引入一些欲望，好，所以讲像人家讲都讲，诶，肉食界加到有气吃人的东西来做生发红。诶，东西冇有啊，像阿婆我叫我老嘅江州港，江州逛，好，佮老佮捶捶嘅哈，记住，比如讲佮佮剪线诶，佮佮佮纤维系较粗诶，你做在哪里做抹布，出个做头出到佮枪诶，好，做出到动枪，人家等于喊用我做，人家就贴液，用湿化学油，化学油当难色，就用化学嘅吹刮布，加化学嘅抹布，再加化学嘅清洁剂，佮去抹它，可是你讲人家就欢迎家己做下多方。当家比如癌症呀，其实这些化学物质，我想慢慢累积起来。癌因比黑暗呢，我个人的看法。过秋年单来之后，过年呐，过年来之后，清淡一下，那种阿婆会提早好几天就开始搓包嘅。哈哈，泰包、西包有冇？年单手炒咩？泰包一拌下来一刮。好，跟上来就说，哎，奇怪，要太人做的事情很奇怪哦。跟有的东西刮下来哈，过个火火呀。
哎，个猪头火肥啦，拿出来的泡水，用火肥去洗五味东西洗一枪。你没有办法理解讲，哎，做嘛个安尼洗一枪？米方当底讲那个是碱性的，是它就是最好的清洁剂。不过你看哦，糖也发现用粉用，大家就会滴。以前肉注种给滋味，其实黑清后用含够没有污染。就冲奶妈妈 seven 给时间会吃到，几杯用洗洁精哦，几杯用细密给水，你就知道个细密给水做的按用使用。嘛，还有冻豆改啊，问题做的了。大家的分享哦，请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上再来讲。其实东方一昨天绕墙头也发了一朵节目地读到台高来讲，哎，我觉得真的是话匣子一打开，我们讲不完呢。对，因为说到这种东西吼，已经点生发都方太多哎，所以讲要去避免它的时候，你就会。东东也会忽略很多的，真的，所以你讲吸管要买东西，其实很多杯子也是像青豆生饮的东西，就会说搞的东西。对，哎，不过哈，我们松吞节目有共同哈，其实露珠总给纸飞真顶。对你刚刚说拱脚逛，然后拱脚杠，然后生饮的水，然后也是那个破坏，然后哎，古叔见不见哈？都那边哎，同泰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露姑年年哈，合法一年咯。然后泰哥来先讲。下吼，俺娘一边搬台家谈，劝好莫忘水，劝散莫忘敲。哎，家家常天发用吸烟球的娘一下哎。哦，劝好莫忘水，劝散莫忘敲。对，也是嘛意思呢。同大家来讲一下，就会讲，其实哈，如果说你是住在后把孙头，你就有水资源都得利用。还讲你带到该散的孙头，你可能是要散不应该敲佛。不过。当你俩系偷摆弄下沙皮留下来，个老公的意思是系讲，其实我们是要跟啊，做啲利用台词人嘅字念，唔过就系同台词人好好来和平相处。对，那按用你其实同根本嘅给你把带来嘅简单过生活，其实是穷用嘅脱离。穷用嘅脱离哈，像我去德国的时间哈，德国家的哈有一件事情啊，看都看在眼里哈，放在心里啊，是做是个东南的，因为我嗰时去嘅寒天，家的有个热气哈热。热气，个人都买个，人家冷气、热气、暖气啦，哈。有个小气啊，因为我做门好朋友哈，芬兰佮德国四十年的生活经验啊，问起讲，人家都会小气，系小雅士呀，小天呀，系热脚唔咩？佮讲到全部都有，但是大部分喺工厂生产佮的会产品的时候产生的热能，佮的做输设计佮种输送到家庭里面，人家谁谁咩？人家谁谁配货，货是。简单配三夫配佛，家头就会直接用把那个热气输送到家庭度吼，成为家头冬天取暖的东西。那这些看到看上，哦哟 ，Antipelo 有这样的做法，就对热能的珍惜。那就想到讲，谢谢时间要配佛，谢谢用。哎，我就看到这条太好神，家头就将个抹布吼，就冰到个热水，给那个手机给出口的地方，就配着诶。因為想講，哎呦，也就當巧地去利用講，也就資源，也就唔會打上也就東西。人家就奈我呢，一下想到受老熱，人家就唔會想到老人生發有乜關係。人家不看冇貨吧咧咩？咩冇人拿貨重嘅咩？有暖暖包。真的。對，就比如講，你做下多行做，發現到德國人對也就。太是也不难的东西，佮很疼惜的，是很珍惜的哈，非常非常珍惜。所以那个，可是给不给哈巴一米喽，就是哈巴一米喽，才会说这是真的是以前肉骨饮给滋味哈，對對對就大家要珍惜，爱用太自然给执念。就像你爸给不给讲的，伫个德国然后北欧爱用给国家，我爱吃到。这除了是对于胎吃也可以珍惜，我觉得它也是更有效能的去运用，对不对？对对。所以金木易同泰卡来讲，说减法生活或是不素过日子，其实你可以简单的讲，你不要用塑胶的东西，对对。是你在生活里面你怎么样的去
保护大自然的资源，冇错，也系讲用来使用，对对 对, 對。其实，然后，然后就创个之前有讲到讲，人家都系有需求的，嗯，生存底下在地球度讲，然后有需要，好，需要食，需要做，然后会较脆弱，冇生冇咩，冇生冇吼。变到讲，不要需要食，需要动到东西，需要食，就讲到讲，像人家大嘴就大嘴骨讲到，哦，我要买冻浆的盘咧，我买冻浆的碗，我做好给杀鸡都给讲又给讲，是不是有用到嘛？嗯，嘿，按住上到讲用到来讲好诶。嗯，我看见到学生诶，加到三层组，大部分都底部卡色。嗯，我就看见到含过一百披萨。嗯，我冇看见到外食，但是加到做行诶，张起家我有一点点吓一跳。人家都好就。我摆多黏黏，动多东西咩？我看有东西哦，好像很充实这样子。冇呢，加到做几只个毕业，几只个盘呢？嗯，好。其实个碗，我有一帮人想要煮饭，我就去边个料理台，我想要前面在做煮饭那包个，我发现都叫做一只平底锅，我勉强请到一只铸铁锅哈，哎，煮饭又煮得了，我又煮一餐饭来吃，我就看了以后，我发现到，其他都自由，其他都需要的东西，其他都无摆派头的东西，嗯哼，哎呦。无白派头嘅东西，对，无白派头嘅东西，佢也就，我都无，反正人家就咩咩，人家就当做白派头嘅东西。其实白派头嘅东西哦，我咪有一种观念啦，我知道讲做得白派头，唔咪做唔得白派头。好，派头系用嘅派头，唔咪多，系要好，系要钱。好，咁讲真嘅啦，你看平人嘅派头，看埋每次都给黑朋友呢，我们会羡慕吗？羡慕也是一下子，嫉妒也是一下子，好，会追求吗？我吃到有要在毕业某期搞胸针的，给黑那是我的需求吗？给可能黑啊欲望天天。哎，我吃到讲一下，讲大家来到我嘅房下，我吃到哎呀，人家嘅厨房嘅灶行有咩东西暗色，我冇乜嘅高级嘅东西啊，就会讲因为挨不舒服，你知？哎呀，过减法生活，一个好，一个来做一讲吼，我有只朋友结做喺嗰种一般家庭，佢当到东西，佢哋喺度米罐，佢讲叫我煮饭要花两点钟嘅时间，我讲你做嘛煮一只饭菜要2点钟，佢就协家做下不眼看，啊，然后讲嘅东西吼，佢讲叫佢多煮，佢多，系我讲。安尼，因为有办法专心去煮一餐饭，哈，唔像迄现煲个，你做现当叫，唔现买那种那大盘的，我想当叫，人家时间全部做安尼大上台。嘿，迄个你迄厨师，当然迄难为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做出也还讲那些餐具，嘿你个专业哈。不过其实讲一般人，我们像我觉得还是要跟像观众朋友来强调，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减法的概念，就是我们珍惜我们太自然的执念，我们是怕我们以后会住在垃圾山里面，故说。节目里将会按严肃按讲有冇哈？不过其实你发分享青岛嘅像是在德国的一些家居，其实外地青岛你咪讲，你德国人嘅话下可以系就轻巧啲，又轻简单，做睇佢哋收纳嘅功夫轻好。我上秋秋你发讲诶，因为他们其实你只放你用得到的东西，所以你不念哈。这本书我们大概可以讲10小时，我快一还好。这是我们你在书里面帮我们整理的极简的厨房哲学，对，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哦。我们就先看第一个，家电极少化。操，其实哈，人家都有太多小家电，你注意看个二手市场，青岛本人淘汰掉的作为小家电。对，好，我给松饼机用一百啊，同种不太实用，做唔掂用，该才就不用咯。黑猛还是松饼机哟，买的时候用过一次。对，所以讲哈，你如果不是很常用，其实你用平底锅煮做一做松饼，你仔细去想想，它是可以的。各位主管，从年代啊，铺位去做个，佮煮不用一点抹布底个，四方桌子，四方桌好煮。哎呀，有咩啊？有桌布，有餐巾垫，你准备？嘿，准备？你没有会讲啊？对，你没有讲。但是你想哦，你又去洗，你又去买，你又去洗，你又塞，你又数，你又砸，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再来，如果我刚刚讲的，你包个当多的时间，你嘿没真是有时要按多包个哈？你煮汤、汤包、水包，好，又下想一下，其实我吃到真的没有必要。餐具你去注意看，不管你有几多的餐具。尤其係將兩三人食飯、四三人食飯，我老公講一餐最多40万，一餐最多40块嘅，按多是為了什麼？請客嗎？做得啦，一年請100。请客，人家不卡最多做得来叫啥十三，但是我有40人的话，有这个必要吗？哎，对嘞，你要抢一下个时间，你就同大家讲，哎，你不下个七个袋，七个袋，哎，不下
做下就无乖诶。对，再来就讲吼，人家都会平常老储物柜吼，做嘛分一量诶，有的东西唔是平，有的东西要平，有的但是你要去注意个保存期限。好，变到讲，安尼发做，你先做下先装简单来，你做三餐做唔会吃到当困难。唔会同困难，你做个卡手机都不会生，你做卡唔会堵到个一次性餐具，你做做会避免接触很多塑胶污染的食物。对，对，家电极少的话，给医生唔会讲重点买，然后黑某太家会知道，哎呦，你要按电影讲，其实简单讲来，就黑讲你真当你煮饭的，当然你要有甜包，对，哦，你要以杂包给做的炒菜，黑讲你真哦，你知道你烤面包，黑你清淡的每天都被用到的东西，那你就一个小烤箱、冰箱，黑讲其他贴复杂的东西你就先省略。对，其实没有必要哈。就刚刚讲到烤箱，那东家讲哈，人家都伫都市吼，一天都有一只小烤箱，最基本的做嘛很低嘛。当然以后是炸的东西，侬不会买炸的东西转来，一传模式太最后的回锅的方式就会用烤箱。还有哦，爱糖工吼，也反映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就会嘛改很低嘛。你用压压客家的妈妈剁鸡的有冇？吹刀的有冇？好，你一把水果刀你就做得。其实可以耶，唔做去了解个结的关节点来，哦，唔做顺便夹个种结构去解构它，没去剁紧，就去解构它做做的。那时候你有一种心态哦，就会开始去不自主的收集一些你这辈子不会拿出来用的东西，因为你就会想，哎，放在这边，哎，有一天哎，听说被用到，哎。按照主板给你，那我话就两只压他全新的刀。哎，但他节目留太高，很有可能有没有谁要刀子跟我讲，我下礼拜就带来。黑猛就真给你吃到，我觉得是资源浪费，因为你不用那给片就会资源浪费。我给木一同大家来讲，按我给减法生活，其实各位没黑资源浪费的一种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你法给不给老大家来分享。我记得我给看到，我给你很容易啊，德国也好，北欧也好，记得很容易让这些事情变得更有效能。还有你也出风吼，总得表平多东西，你可能好强力啊，对不对？好，还有动豆改东西，走得老大家来分享，先聊哈，等下再来讲。真心放心，做的有像农业法类都鸦片其实太多东西都得讲我就先讲一个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就因为康天是有亲都给阿爸妹啊，吼妈妈，对不对？买菜传统市场，你不用爱真心。我知道传统市场是一个很迷人的地方，不过加起个时间，你心里也会吃到有一点点唔对用干啥，因为其实。你拿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哎，给贡完一斤，唰一个说有只捞的有冇？哎，给猪肉唰有只捞的，哎，给火龙果有只捞的，你听下意思冇？就是你赚不下个时间，你给卡给带个大块来有冇？里面可能有20个塑胶袋，可能还不止，因为人家讲的全部做迄个推动是搬，今老板还要搬一只红白条的这种外袋，都贵，都还要还要，那个给来一层保养哟。哎，我讲个血是不是流出来？等一下，唰又两层，对冇？对，两层。个有些怎么办？其实像我做饭来一下吼，我对这种人家讲的血水这种塑胶袋的，我是很头痛，因为人家讲我回收塑胶袋的，要强力当做得回收，但是个油倒难洗强。好，人家是有的人就讲，更爱用清洁剂去洗尿，你又多了另外一个污染。你用化学去对付。另外一个污染，冲冒哈。对对对，所以讲来吃都是不必要的。像我以前买菜来当简单，我做两只咖喱的，泰的咖喱的哈。我做嘛两个泰的咖喱的，嘿因为强出油的嘿叶菜嘞，我不要给它压到哈。所以讲我不两只，但是我两只妹讲一只不用叶菜，一只不用嘛，讲我唔咩。我当简单的分类，就讲我不带几只个盒诶，装唔讲的各种有血水的东西哈。通常我当家个，嘿某个头家刷各种动作，你一定要比它更快。你说这个盒子什么拿着就给他煮牛哎还有一种没有煮牛然后才拿他给又咻咻咻的
还有呢个，那个就方法做起。唔羡慕来讲，我买乜嘅？唔黑皮是拿币，真来讲牙排骨，一系讲牙牙爱夹屎。好，跟牙翻牙做法做起，一开始头家咩认识诶咩？假使唔去耶巴嘅认识讲，讲做啲讲，哎呀，上银行佢大把都带东西来装，好，佢就较唔会有嗰种习惯性动作。其实轻度东西有练习中嘛，就像戴安全帽，你会慢慢慢慢嘅习惯。练习对，所以讲我家讲一个血栓牙齿都唔会轻困难解决，你做起去带去给它容器，我有讲给当虫啊，嗯，离片，哎，离片，离片几简单，哎，就是你看，哎，就按用心，哎，就按按用了解，你看多快，哎，还会去给带一按多个东西，嘿呀，够有时间，够心血来潮，哎，他做些像我是哎给多个解盘，哎，注意他做一些私藏买，阿妈千万安的，阿妈吼，佮有一包个姐妹，我抗癌大白就讲，哎，我不要袋子哈，一般阿妈做差不多，几张捏了以后，心都红，就可能憋了很久，就讲。哎，你发，你大伯讲佮每胎塑胶胎时间，我当痛了，我讲唔痛嘛，佮喏，叫我挨，我塑胶攞个呀，我讲我塑胶攞到嘛，佮我挨，佮中吹我爆腹挂，爆吹挂，我讲安尼挨啲吼，我注意前佮种减塑在做到极致之前，有存的佮都塑胶攞个，全部标枪了，不阿妈，阿妈很无奈的看着我说寒暄哈。那万一开始还没要吃到清闲裤，因为去传统市场。买东西习惯给你就会知道，他等于是要花很大力去重新适应几个生活方式。对对对，变到讲我练习跑，做到妈妈差不多七十公岁嘅种年纪，加到已经喺出世以后就会开始塑胶被大量运用的年代，所以讲我去改变其他件事情当然。我有时候我同阿妈讲，我讲其实maybe 都系你，讲佢吃食都依度你健康哈，减少一些塑化剂的接触也系用。但是你讲佢人都会所以讲，假使你嘅这种生物链度好有那个一个生物被灭绝的时候，像我们的植物已经有500多种灭绝了嘛，被我们人类吃掉或者是影响，就抹掉了哦，吼，都抹掉了。过一下，海都荒的生物一直被影响，因为2050年海都荒可能抹掉，人家都看，就是有要的东西，但是人讲人家弄人家可能较贪唔食，吼，因为冇办法了解，看唔到，人家都冇在海都荒看唔到，吼，所以讲有一摆阿妈在看个国家地理频道的样片的时间，还就抹超。我用去看完，各种减塑、塑胶污染的影片，我很惊讶。阿妈在看，阿表姨看完以后，阿妈七个人阿讲，叫我海边唔会拿塑胶落嘅。阿讲，但是其他那边唔记得，也唔怕，我们就不要给他压力。我觉得不要讲妈妈，阿亚哈美没有办法做到100%，可能做到10%也是15%，阿就吃到哎努力去做。错，阿吃到瘦一扎黑一扎啦，好像懂耶。对，瘦一扎黑一扎，一下他个带太多已经习惯了没哈，我做多带个量都太多。个像搿种讲血水搿种东西，我会鼓励他家像德国一样诶，你计划性购买，唔是都讲计划好讲啊，那叫我去买啊条东西啊，买几多诶，我不看你要食几多诶，天然唔会打扫，天然唔是处理厨余，伊遐处理咩大问题啊？好，厨余搿种人家食不了，已经系太问题，他家很多厨师吼，大家都唔爱讲，跟人家食样介食，好变到一般垃圾拿去烧。水分、油盐，我增加诶那个种代谢性燃烧时候，你会发现这也变成我们对食物不珍惜也会有安的问题。所以它其实环环相扣，对，环环相扣。所以讲，比如讲，唔加讲诶，几多问题，菜肴来讲总见啦，量得多，量得合诶。哎，我心中想吼，我要买豆腐，也系买鱼，也系买猪肉，也系买鸡肉，我上好诶。我上好诶时间，我就唔会吃到麻烦。个我就先买菜，用我清米买。尤其迄下热天吼，他家一天要注意到，跟肉一天要清米去买去。迄某一番，你看市场诶第一天以后，其实它就会产生一些细菌。所以慢慢养成习惯呢。对，慢慢的去改变啦。如果我吃到呀，我当紧张啦，但是我唔敢分，他家当有压力。如果一种污染已经到我们人类目前为止无计可施的状态。有一个统计就是，伫黑莓树底都有下到，就是德国人一年用的塑胶落个新十啦，一下行下时候，加到变到存30-20个。一年，一年，30几个，人家都会一年。那台湾牛，台湾七八百个，平均。用尽没有啊？可能你一年可能用到700只。哎，大家不要觉得700多很那个。你每天早上去吃早餐，你看来算哪？那算一个本他个很多哈。嗯，看环给假使冇用环保筷的话，杜康的这种筷的，他那么多会注意咋？好，给我一个吸管，拿吸管的注意咋？好，买蛋饼没？早上去买蛋饼，会给你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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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好，各位，你还可以买一个，讲蛋饼或者是那个饭团哈，又一扎。午餐也要再提一个，是压给时间够，又提一个。对，午餐如果你买那个盒子装的便当，给当当个有淋膜没黑一扎，好，过去又搬一扎糖，一扎果叶，过去又是咖喱，过去又马改。其实你算一算，一年就超过十个。对，不止哦，有的你算算的早餐就八扎嘞。好，我用十个算好了，一年十扎，你看一年365乘以十。对，无算唔会惊哦。伊个，按你算系喺单身哦，从家庭加工去做，去市场买嘢，串。所以讲，一啲东西都面向其实就会影响到，一啲人类吼，可能喺一世界上唯一提供嘅塑胶中的事咧。真的，因为为什么最近大家开始对岸永跟环保意识慢慢的才去注重？你看那个海里面的海龟呀，吼鱼也好。你知道他们那个肚子破开，里面全部都是塑胶袋跟吸管，就按来吃都有一个盘法。除了我们在节目按有供职，乖乖吃都有一个轻便的一个方式，就会你抓一个有子刀的有没有一百克？乖乖，按有可能轻便有冇？我得买一桶对比你用，用一年可能30个按有没有？有一百克，你可能给大家咁用吸管，你要试一下一百克。哎，糟糕，来吃都来一下有一点点。真是技术，你真的去做环保署长，我不给你推动。这种呀，人家都是想讲以价质量的那种方式，但是最主要还是讲乡亲朋友讲，他个心都讲提到讲，我做嘛搞去感受一下塑胶的使用，最主要就是味道的年对味道要达提高。同大家来讲一下其实日本属地度哈，有讲到青岛，比如讲西门岩嘅神户啊，从嘛吼，哎呀，我们事先简单讲一下嘅做下嘅家电，然后讲金门一些传统的菜市场。可这里面做的更多嘅东西是菜黑铁岛诶，我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讲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西门岩嘅衣橱，我刚刚有讲到对不对？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清洁用品，哎，我们给问题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收啦？哈，这里面讲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真的很实际的教你怎么做这些物品，哎，用你。所以下次有机会，韩黑周队也有像月华的都亚片同泰卡的服用。不过共来公益就会同泰卡的共，我们真的大家一起来行动。安永给不素过日子，不素后你希望给门一太噶宽，可以给门一个建模，然后还有这个阅读后的行动力，黑马该，我刚才讲一半了啊，不素过日子不是。对，因为可是给门一，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观念而已，对不对？好，不过夯一拜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告诉大家，我们就做一，我们可以怎么做；二，我们可以怎么做。对，像衣服贴都用改，你怎么说叫我不要穿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交换？对，对不对？我们学习一些搭配的美学，黑猫。呀，给上铺贴便宜没黑问题，因为太便宜了，大家一直买，对不对？黑工，你一件衣服5000块，我还看你可能买五件穿一年，对不对？好，所以给不给你讲一些啊，动感强研发了一朵节目地图哈，而且带来一个这么棒的东西分享，不会理解乡亲朋友，所以乡亲朋友希望看听今个节目做得啊，提出大家对安理解宽博又很好，都该了解，所以呢，感强研发。谢谢。里面希望讲，客家乡亲朋友，看完一些节目以后哈，当然去用塑胶时间想一下，我做得没用无安呢？真嘅，我做得没用无？嘿，好，听听下来咧，你要做认同了。